会买那个勾破，但是它的周边配件你真的可以拍拍，像这一台分辨镜可以拍出一半陆地一半水下的，它会自己分割空拍机，有三台，很合理耶，这台要5万，它是真的有拍影片，没有合理呀，对，这个是在黄金海岸，去到澳洲很少拍出一个影片是你看了不会想去的。拍了这一些，觉得没有想到。今天晚上10点，新大跟班。